小东，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大概是已经离开了吧？别难过啊，因为这是我注定要做的抉择。初夏，现在的我反而相信，命运中的一切都是注定安排好的。初夏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我希望可以跟爸妈一起平淡的生活，也可以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样的约会啊？每当你想念对方的时候，那都是因为对方也在思念你。下一次黑洞形成之后，这股引力波会完全消失，支撑你在这个时空能够生存下去的能量。消失，只要能阻止初夏消失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可能不能陪着你，即便说我的世界里再也不能跟你相遇。朝夕共眠，万千人间，宇宙都能把你送到我身边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才是他最亲的人。这就是我的抉择。可是没了初夏的话，任何一个时间都不会再有意义了。